底无为伟霆，千华冇心情。内衣品牌代安芬驰晚搞 show。嘉宾 William 又跳又唱，好落力喎、但咁多内衣 model 喺身边周围行，唔尴尬咩？佢哋全部都净系着住内衣，咁、所以我都翻去换咗件衫，换翻件性感少少嘅衫。系啊，今日今日系啊，有少少尴尬啊，因为第一次同十二个外籍嘅 model。你就见住班 model 尴尬，另一位嘉宾千华见到你，好似都有啲尴尬。让大雨声大一些，走出地极深，让大雨声大一些，走不开前程，花大只是想要做美丽，慢慢也有可能就这样一直一直不如不再有花头一猜，想到一切把心一合，有少少走音。完咗活动，公关仲话佢心情唔靓，唔做访问走人添。不过佢寻日喺微博话心情好好。当日客户只系安排佢表演环节，冇安排到访问啊。